哎呀妈！你看这人跟手镯一样甜，像这个料子的，我刚看了图片了，就是2万左右。那我们老天爷来说太简单了，这玩意儿。对呀，8000块就可以帮你搞定了。拜拜。老吴，8000不是我们老天鹅的 slogan 吗？你知不知道死在哪吧？聊聊8000，聊聊8000，咱又不会做慈善。哎呀，这个粉丝是铁粉，得给他优惠。怎么个优惠？2万到8000，优惠了多少？你清仓啊！这样吧，老吴，你把这柠檬面无表情的吃完，我就不罚你了。这么多年，我连开个公司开得了，我这个柠檬吃不了。你说了啊，来看一下这一条，哇，你老天啊，一整手白冰，那这份料是飘花料，那有一些料子没有带飘花嘛，没带飘花的就咱家的白冰，那它是一整手哦，它不单条卖，像这种的话，买一手确实便宜，那不会当今天的目标，哪天要的话，带到波波间就会比较便宜一点，再逛一下，把他们单条的白冰料，哇，你老天啊，满圈晴光，一轮荧光流转至芬芳，满满的高级感起杠了。那这份料子，首先第一点它是正圈，会大了一点圈，今天咱要帮那个姐姐找圆条。那第二点就是你这。8000预算啊，我都不敢问人家借啊！我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。这一对也是，那颗线是正圈两条，它不是圆条，咱家找圆条，而且是偏蓝色的料子，不会咱要。哇，你老天鹅呀，这两手也是很漂亮啊，两块白冰吧，真的够白，一点都不灰，很多白冰都是比较灰的，这个是够白，但可惜它就是也是要2块一起走，它不单条压一条给我们卖，要的扣一条圈口，看要不要带到波波间去，真漂亮。哎呀，有点难找啊。耶，这个太冰太漂亮，你看刚逛，这圈太小了，小圈简陋，大圈口就没这福分，大圈口价钱起码翻3-4倍。这戴手上真的发光发亮，哎呦，要是弄给我们就好了。这牙吃了柠檬，刚才现在麻的。哎，老吴，你货还没找到呢？怎么找，大哥？人家明明有2万的预算，你给他整剩8000，条条超预算，怎么找啊？你品质低一点的，咱不可能给他；你品质高点的又超预算，你说你怎么搞嘛？我都不想找了。粉丝还在等着你呢，走吧。哇，你老天啊，白冰料子有了，有2条，这条要带荣誉，这个它做正圈了、啊、做圆条相对来说不合适，这没办法，我先把它都挑出来，这个也很漂亮啊，哇，真美，挑出来先。找了这几块，然后这里的话，这条本来我很喜欢，但里面多多少少有点棉，也不确定姐喜不喜欢，但这种棉的话其实还蛮好看的，它不脏不丑。然后这两块唇吧，它又有点蓝，这个总低一点，这个总高一点，有点蓝啊，冰胶蓝的感觉，你打灯看是白的啊，它背光看是蓝的，你看应该是有点蓝味的，不够白吧。然后最白的是这一块了，你看冰冰胶胶的料子，走水很好，然后没有什么粘棉死棉的，整份料子做出来的外围很漂亮，挺美的。这个挤出来大家手上的多美，就是花多少钱，这个应该2-3千块了，这个哪里免3000块，卖多少钱，来咱不玩套路啊，直接一口价16000吧。这个品质啊，2-3千块钱在这里有啊，你别看大板，我可以不要边角的，我就带新，要个卓新就行了，是差不多的，这个边角我们都是有的。你刚才说多少、啊、不要边角吗？不要边角就少了几百块，说话像放屁一样。那我不买手镯了，边角嘛，几百块卖给我。 OK 好 OK、啊、6800嘛，真的啦，就7000块，不要边角，不要边角，6800套个镯子，你这边角你去取个铜镯吧，朱贵妃，11800，哎，7000了，可以了，看这个总水不要看，我看不见，我眼睛看不见，你不要扯那个，好好给，好好给，这里最低多少啊？6800不够卖，7800了，再少2000可以了，买了，好利多销了，那么多货，两千都不够啊，真的，看最高顶是多少？8000。8000不差吧？哎，真的是。那这留200给我加工，不就还7800吗？行了，可以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边角还给我啊，给我算了。不是不要边角吗？那好，不撒谎。起货啦，漂亮啊，结个账吧，拜拜。